打中了没有？打了，第二次，2:10，哦，2:10应该是打第二次吧？还没打好，我这边他那个快了，快了3分钟、2分钟 ，OK。好久不见，又回到这里来了，希望大家保佑，被保佑。我们中庸上次那个朱子引子成子的话讲完了吗？不偏不轨之中，这边讲完了吗？其书其书始言一理有讲吗？终善为万事，有啊。开始进入本文。好，那这里在今天请你们把它从始言义理，终善为万事，符合为义理，然后这是第一啊，写一，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这是第二，不是要请你们写二了。然后第三，善读者玩所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为什么请大家写一二三？这其实是总括了传统中国经学基本的对中国学术的定义，特别在经学上。没有比这个定义更好的了。他所说的有一个明确的宗旨，这个宗旨从头贯穿下来，如同孔子的一个仁爱的仁字，如同孟子的一个心字，如同韩非的如同老子那个庄子的逍遥，如同老子的道，是后面来的，这里不要关，我想前面的门不要关，因为是后面来，他们在割草，所以很吵，隔一阵子就过了吧。我们尽量通风，只有用这个方式自我保护。我没有开哦，有开冷气哈，好，没有开。冷气没开。有开电风扇。哦，有开电风扇，好。然而这个宗旨，这个学术的宗旨，却又能够运用到所有的事情上。善为万事，也就是不离人的经验，不离人的经验，最后符合为义理，最后把所有的经验归纳又回到那一个宗旨上。这里面有一部分如同西方的普遍律，西方的普遍律，一切知识的前提，它之所以能成为知识，它的合乎于所有事物的共同前提，
因此才能善为万事，才能够合乎于在不同的事物中他都根据这个规律而行。那么如此才有真理性。这样才有所谓的真理性，这是站在西方知识论上，这个前提也都站得住。终善万事，符合于人类的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经验事物，最后归纳起来，完全又重新可以回到那一个宗旨上。而这个规律来自于哪里呢？这个普遍律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整个的宇宙，是合乎于宇宙的规律，这叫做泛之弥六合。然而它并不是像西方一样外在的一个知识概念，一个外在的自然律而已，它又能够与人的心相通。卷子就是收藏起来，像画卷一样把它收藏起来，退藏于密，密是人的心，指的是人的心。它又能够合乎于人心的需要与人心的感应。所以能引动我们内在的完善性的感动，完善性的感动有味道，这个味就是能品味，能玩味。英文就是 taste， 有非常好的 taste， 其实就是美感。那什么是美感？什么是美感？美感就是完善性的感动，一种生命追求完善的那一种感动。我们吃东西吃的真好吃，活得真好，这种完善性的感动，皆实学，可是都是真知识。这个实学，我用真知识解它。什么是真知识？不但有理论，不但有理论，而且能实践。这个实践不只是科学的实验与实践，不只是科学性的实验，
而且是能提升自身的生命品质。而是能提升生命品质的，西方的知识不容易提升生命品质。我们看乌俄战争就很清楚了，整个西方的联手做出各种谣言，还贩出病毒，然后认为只有他们才能称霸，这是没有生命品质的。从这一次乌俄战争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谈中国学问，谈传统学问，可以站在我们的人性观、生命观批评。我们要充满了自信，站在人的立场，他们没有品质，他们的品质不够完善，听贝多芬，听布拉姆斯，哇，看这个什么不得了的戏剧，莎士比亚的戏剧，看契诃夫的戏剧，哇，看这个艺术作品，哎呀，真好。也事实上是，我们绝不可能否定人家的好。然而，一个生命本身最根本的那个人性的品质，并没有真正普遍的在他们的社会文化底下。那么是不是他们没有呢？有，耶稣曾经提出了这份爱，无限的爱，这就是一种人性的品质。然而教会今天沦落到跟政治权力混合，克尔文教派沦落到承认金钱乃是上帝所赐福的最大的唯一的体征。那么这个就是不够纯粹，在人的生命品质上不纯粹。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经典，传统经典，读中庸，特别有意思。在经过了这一个最近几年来的折腾，因为病毒已经有3年了嘛，这种折腾，我们应该从这一种经典所提出的人性观、生命观，我们该有自信。人不是因为科学活着，科学寻找到的真理也不是生命的真理，它是实用性的真理。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最根本的人，作为人的根本真理，因为这是人类的希望，人活在这个宇宙中的意义与价值。不然短短的这几十年意义何在？所以儒家的学问，传统中国的学问，包括佛教的学问，佛家的部分学问，我只讲部分，
因为太有些部分被弄得太神话了啊。儒家的学问，你不去实践，你成了个伪君子，也就成为个伪君子而已，不会神神鬼鬼，我是这么说了哈。因为佛家还可以弄出一堆神棍来。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今天应该很明确地站在这个角度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和批评。然后有自信，我们的自信来自于生命的自信，所以说其味无穷，它可以让我们玩味，在我们生命的这一份体认中不断有新的启发，让我们能实践以提升我们的生命品质，所以皆实学也。所以到了下面，一个善读者，一个善于学习者，一个读到懂得他所说的是一种生命的智慧，玩硕不断的玩味，这个玩是玩味，不断的玩味就是不断的去体会它，然后去看它每个文字背后的那份深意，那份生命的深意，那份生命的声音。那么随着自己的成长，一定会对生命有更深刻的体认，就是让自己活得好，活得幸福。而这个好和幸福不必依赖外面的太多的物质条件，是一个生命的自觉。然后拥有生命的同情，这就是佛家讲的那个智慧，那个慈悲，这个是佛家不得了，大乘佛学精彩之处。我想到那个拜登，天主教徒虔诚的几代的天主教徒，他还以天主教徒不要，哎呀，竟然没收了阿富汗的存在美国银行的70亿美金，然后没收了他，阿富汗的人民现在连东西都没得吃，他没收了他，说拿来赔偿921受伤被伤害者，921哦不921大地震哈、哦、那个什么911，哎对911，那个双子星死难者3000人，去做他们家属的赔偿，这个关阿富汗什么事？又不是阿富汗做的，这是沙特阿拉伯干的嘛？然后在利办，
再来看是不是要还给阿伯罕。一个天主教徒讲出这种话来羞辱耶稣，他在生命上毫无体会。虽然他跟我一样大年纪，80岁，他也32年次的，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我们终身去发挥这个用作发挥奖，去发挥它，我们的智慧可以不断长进，我们生命的智慧可以不断长进。所以朱子认为这个中庸，他认为他其实是超过了其他经典的。在朱子的看法中，中庸超过了其他的经典啊。那么我们就进入到本文，我们进了本文了吗？也进入了。我另外再讲，再重新开始。天命之谓性，一句话如同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下收缩概括了从孔子以后谈性的观点。来自于自然的就是性，简单的话，我们用简单的话讲，来自于自然的就是性。这个天固然有上天之意，又至高无上，它有至高无上的意思，可是指的就是自然。他也以这一句话天命之为性，这一句话把先秦儒道以儒道为主，
以及诸子。不光孟子里面所谈的告子啊，其他的所谈的诸子有关性及人性的问题一体概括在内。把自然，这是道家所强调谈性，尤其是人性，这是儒家所强调一体概括。那么把经书上的生命的体用之学全面掌握，这是中庸极其精彩的地方。一开始也真是不知道是谁哪一个大哲学家的著作，那个时候不以自己的名为主，而以学派为主，所以我们不知道他。可是我们在今天读来，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欣赏他，赞叹他。那么天命之为性，也就是无可言说也无可知，就这么展现了，就被赋予了，这个叫做性。所以就这个性而言，就这个性而言，分万物及一切存在，万物和一切存在，存在是一个哲学性名词，就所有东西，一切存在，一切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灰尘，都具有自然而来的共性与殊性，殊性就是特殊性。一切事物能存在，一切事物能存在，有它共同的存在性，不然它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里。同时，一切存在的个别我不用个体，用个别，个别比个体宽广，七是个别，它不是个体，能了解吗？
今天一定要把我们的经典提升，站在哲学的高度，这个哲学是人类反省的高度，当然不能违背传统，违背旧说，然而我们开出新意。我只敢未来是一个崭新的未来，我们都有新的看法，温故而知新，我们才能带领这个世界前进，推动这个世界前进。同时一切存在的个别有其个别的个别存在的特殊性，就像人有共性，全跟所有的一切存在物有共性，一起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有人的特殊性，那么这里一开始就要我们知道，不论共性，不论特殊性，不论普遍性，或者个别性，不论普遍性，不论个别性，它都来自于天。非人为可命，老子说的，莫之命，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予命令，一切是自然。那么这个特殊什么意义呢？是把它缩小，就用我们的旧说，传统旧说，包括前天人也来说的道德，哪怕是道德，非人为，出自于自然。其实诗经里经有，我想朋友们都记得，诗经的那一首，大家记得吗？天生身命，我一下子到嘴边忘了，这就是老的象征。天生真命，有无有则，在这一个大自然的宇宙的发展中、演化的过程中，
人类随之而出，众人，名是人类，众人类。近代西方啊，近代新文化运动喜欢说这个名是指的是盲，是奴隶。就像在现代复旦大学的葛兆光，被大陆现在认为哲学界认为是神的葛，中国哲学的神，叫做葛兆光的，他就说，我们不能够只从汉人的哲学观点来看中国的文化，这都是美帝国走狗。中华文化不是汉人文化，它是历史中各个民族共同加入混合而开展出来的，当然它的源头来于西周。这就是西周的司马小雅，哦，大雅。人类随着自然的演化而出，如同万物，而万物的发展即被创造，有它一定的秩序，这个包括它的存在也有它一定的秩序。那么人来自于这个秩序，所以人们秉持着这一个生之秩序，这个意识生之秩序，好事易得，所以天生的喜欢无可控制，用一个好字，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一个好字，天生的喜欢，这生生之德有利于生之德。它的源头是从这个生命观、自然观出来，化演为诸子百家。而他之所以西周能统天下，也就在于他融合了各民族，在古老的这块陆地上的各民族的观点，然后所归纳出来的。它是一个大融合，它不是一个汉人的。再说汉这个观念之所以用汉来称华夏民族，那也是到了近代啊，到了元朝，而元朝还不是用来称所谓我们的汉人，他连辽人、金人、西夏人他一起都，还有胡图云那个西边的那个西夏在旁边的那个什么那个族，他都叫个汉人。那么南方的，我们今天所谓的狭义的汉人，他叫做南人、南方人。那么到了清，正式，因为他强调了满，所以正式称我们为汉人，这个文化系统为汉人，但是他接受了。所以这个都是必须辨清楚的，不能模棱两可。我之所以说美帝的走狗，西方人用这个来分裂、分解、裂解华人的自信，那是他们当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提出的计划。
要消灭这个族群，先消灭他的文化，要消灭他的文化，先要消灭他的历史。他是一个确定以历史为真理的民族。所以英国就提出什么仰韶文化的都来自于西方，包括我们的族群也来自于西方。甚至于苏美人都可能是我们的先祖，因为他们是黑头发黑眼珠，根据泥板上的文书，而且种稻。今天的西方的严重的问题就是一切美好的事物在他们都可以化成侵占攻击别人的工具，以达到他们自身的目的。那么现在很清楚的披露了，非其族类不能不警惕。我们没有害人之心，他们有侵人之意，这个是要警惕的。而这一句话“天命之为序”，概括了所有的儒道两家根本性的思想，同时也总结了所有弹性，以至于到人性的根本问题。所以，不论是共性，不论是殊性，不论是普遍性，不论是特殊性，一切都遵循着率性，是遵循率，遵循就是循也，就是遵循，遵照依据。就是遵照依据，这个天命之性而发展出来的存在之道，它的存在之道，生命之道，以及而后的发展之道。道基本的意思就是道统，就是道统，引申就是规律，或者原则。
所以万物不论有生命，有无生，无生命，无生命，有生命，都是依循着、遵循着这个存在之道，天性的存，天性所给予的规律、原则而存在，或者发展出生命。所以性规定了万物的存在规律和生命的发展原则。所有的存在性、存在的状态，在这个宇宙中，哪怕海岛，哪怕星星，都依照着这一个他们的存在，上天所给予的那个原则而存在着，那个规律而存在着。到这里一个转折，这就是文言文的精彩处，一个转折，特别是经文，经典的经文，人类的生命自觉也在天性之道中，也在天性的道中。世人无可逃脱者，只要世人你无可逃脱，可违背，朋友们都知道，西方的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讲西方文明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有一个必然发展的原则，兴盛后一定衰败，最后结束。这就是他们违背了生命自然、自生命的自觉性。黑格尔，甚至于近代的汤恩比，都提这个问题，都说这个问题。黑格尔在当时预测，在19世纪将结束时，将看到这个世界中最长久的一个存在的民族或者国家将它消灭。
就是指中国了。结果黑格尔的德意志消灭了，中国反而崛起了，英国的日不落国现在还在挣扎中。整个的欧洲，包括曾经有辉煌的文明的罗马、意大利、西班牙，都在挣扎中。那是一种没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的生命自觉，他违背了这个天命之维系。我今天从这个角度提供大家参考，大家可以质疑，可以讨论。我想刚才钟响了，我们休息一下。戴着口罩真是喘不过气来。没有要讨论，我刚才的言辞激烈，高昂，要提振大家的士气。我们萎靡太久了。方式不知道，因为我就是一个就在这么大的教室里的老师，所以思不出其位，在我们想具体事物解决办法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在什么地方。当然你要这样想，我们大家都要这样想，可是想不出来也不要难过，因为我们有我们的限制。但是自信怎么能够让我们去推广？至少在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身上，除非在座有大佬、有大企业家、有大媒体人，不然的话，我们每个弄清楚我们所知有关华夏文化的特殊性。他的那个精彩处，对人性、对生命，我们不是说一切都是华夏最好，不是，站在生命的立场，它一定有一个前提，不能扩大，扩大就是沙文主义。西方在人性的问题上，在道德的问题上这么烂，然而他却也创造过提升人类发展的精彩的文明，只是这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人类的和平和幸福是一个人性上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物质上的问题。那
那么站在人性，我们没有媒体，无法透过媒体，哪怕我们所在的台湾政治实力也不强，说的也不太会有人听，人言为轻啊，人为言轻嘛。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自信，弄清楚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什么环境，然后我们必须发言，我们用他们能懂的，我们清楚的语言义理说清楚，我想这是我们能做的吧。大陆现在还没有深入到经典，所以他没有办法运用经典的东西，单单运用中庸就可以在所谓和平崛起提出了完整的和宇宙同样高度的哲学理论，然而他们到现在说不出来。然而今天他们却已经展现了华人的实力，只是他们的原有的成长的过程中过度的摧毁否定了传统中国文化，以至于到今天他们还有一半的人认为这是垃圾，包括大学者，清华、北大、复旦、人文学院的许多的教授都是这样。像钱先生的书也进不了这些学校，在这些学者之中，他说不是现代学术的语境，作为参考就可以。民间非这些学校，哇哎呀，大家都给予肯定。那么这个不管它，我们就当下我们自身能做就是弄清楚，然后有，然后从这个角度，从人性的角度，既然讲人权，既然讲个体尊严，既然讲自由，我们从我们的生命观，我们的个体性展现出去，说明出去，那么就看个人的机运了。所以那个哥伦比亚大学不是有宾州，宾州哥伦比亚大学不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宾州嘛哈，不是有丁龙讲座吗？是19世纪末在广东做猪仔一般的被送到美国去做，去挖金矿，然后去做那个铁路工人，潮州人。那么而后在挖金矿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美国挖金矿的投资客，
那么他有钱，他是美国人，然后他也就在挖金矿的时候成立了公司，然后就变得发达了，然后就组织民兵，因为挖金矿有盗匪嘛，来抢嘛，然后他就组织民兵，然后就反叛，然后他就自封为将军。那么在那个时候，美国还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一个不确定社会跟国家，然后他就带着钱，那他就帮他的忙，他就应征去做他家的佣人，这个丁龙。那那个将军脾气坏得不得了，所有的到了纽约，到了那个所有的那个什么佣人都被他打跑了，美国佣人也打跑了，这个中国佣人也打跑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做。那么再有一次，他喝醉酒抽打他的那些佣人，所有的佣人都走了。这是根据现代的历史，钱先生听来的是他遇到了一场大火，烧光了他的家，所有的人都走了，就丁龙没有走。可是考证没这回事，那是人家讲给钱先生听，钱先生去美国演讲的时候讲给钱先生听的。那么结果第二天早上他酒醒后，偌大的屋子空空荡荡的，什么人都没有了，他就想，哎呀，那个早饭怎么吃啊？哎，丁龙这个时候仍然如同平常替他做了早饭，提供了他，他非常吃惊，然后他就问他，你怎么没有走？他就说，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朋友之交在于信义。他说，哎呀，我不知道你还是个读书人。他说，不是不是，那是我父母讲给我听的。哎呀，你父母是读书人？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的 Confucius， 我们有一个老哲学家孔子讲的。就这样子，然后他告诉他，朋友处之以道。他说，虽然我是你的佣人，可是我是你雇的佣人，我不是你的奴隶，我是你雇的，所以我们是平辈，我们是朋友。既然是朋友，你有难我当然照顾你，你有困难那是你的困难，你酗酒啊，你那个那是你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何以如此困难，你那么有钱，那么有社会地位，那么有一切了，为什么你如此的痛苦？然后要借喝酒麻痹自己，就这样的谈谈谈谈谈谈谈，那个将军就都把他记录下来，以至于十几年，丁龙要回潮州，要回家了，然后就拿出12500万美金，托付给将军，他说，我想捐给哥伦比亚大学。做一个讲座，中国文化讲。这个老人很感动，就拿出10万美金，加在这12500美金上面，就去看那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然后就捐来建立中美国第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后来还陆陆续续的捐钱。所以我想看个人机遇吧。
我自己去旧金山，我姐姐在那里，然后他们那时候住在 Stanford 附近，那么也有学生，建中的学生毕业在 Stanford 读研究所，就常常拉我去。那个时候正好是六四天安门的那个事情，他们组织了什么队，然后就去有系统的在 CIA 的引导下，就救出赵紫阳的12个经济学家，让他们每个礼拜在那里做一次演讲，我都去听。那么听到最后，赵紫阳的首席经济学家，我就忍不住提问，我就说，我听你们全讲的是城市经济，如何走向世界贸易，然后进入西方贸易的系统。我说，可是我所看到的资料，中国大陆在今天的贸易才一点点呐，跟世界贸易啊，即使做改革，做贸易改革需要时间，当然一定要，可是农民中国95%的农民，他们本身的收入极低呀、啊，我都没，你们12个人，我没有听到你们讲农民经济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经济改革中，农民的经济你将如何改革？那个人叫陈义子，我还记得他名字，他跟我鞠一个躬，他说，对不起，我们一个知道农民经济的都没有，我们不关心这件事，我们只希望国家走上西方世界的经济系统。我说，那何以你们会走上共产主义？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已啊。马克思谈的是经济问题啊。他说，抱歉，我们也不留意这个部分。哇，就形成极大的讨论了。还好我就没有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再下去我也不知道，我们没有研究啊，但是我就看资料，看资料，看资料嘛，零零星星的嘛。那我就提出《论语》中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说马克思是一个齐头式的平等。我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希望不要拉开富有跟贫穷之间的距离。我说我知道的不多，我也只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传统中国的经济问题，总希望有一个杠杆在那里平衡。你们对这个的看法，你们既然全面的谈经济，认为经济的改善就是当时中国大陆社会的改善，这也是事实。然而整个国家本身的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吗？他说，我们没有那么，我们是专业的。我心里面就想，难怪你们失败，因为农民不会站出来嘛。那时候还有95%的农民，农民不站出来，你们凭什么改革？然后等到那个演讲完了，12个礼拜过去了，马上就有他们的一个中心，就学生的社团就邀请我去讲中国文化的呢。我要讲的是这个了，
你个人的际遇不同嘛。又要我去谈传统中国的生死问题，说中国人只注重只谈生不谈死，中国人怕死。我跟他说 no， 我提出一个生死观，我说中国人的中国人说孔子所说的不知生焉知死，你活好了你死，因为基督教谈死亡的意义嘛，谈死亡的价值，谈死亡的意义。你们去看十一世纪以后西方那个西方中世那个教堂开始画画，所谈的都是死亡的问题，那个绘画都是死亡的绘画。那么我就从这个角度去谈，因为他觉得稀奇极，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原来中国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你没有真正的活过，你怎么知道死亡的意义呢？死亡是没有死亡没有完整的生命，然而死亡是在有生命之后的展现嘛。没有好好活，然后对死亡的种种的议论不都是猜测吗？哎，那次也做的也谈得很热闹。你们如果问那后来呢，后来我就回台湾教书了我只是去度假而已所以我说每个人充实好自己，然后确实的理解传统中国文化的立根在哪里，立基在生命，人的生命的前提。如何成为一个人，我们抛开旧有的作为人啊什么的这些道德性说法，如何成为一个人，你如何的展现自己而有幸福的人生嘛，很简单嘛。每个人有各种才华，你怎么展现你的才华？当然有钱当然好。刚才有小朋友问，钱先生在他的广学蛮言最后那么肯定，全面肯定曾子的爸爸曾皙有没有，他所说的他的理想有没有，合格言而至哦，他就说哦，这春天来了，就在这个时候了，又带着年轻人了，十几个少年了，然后几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呢，大家一起吹着春风慢慢地走在沂水边，然后最后去洗洗手啊，洗洗脸啊，然后走上了五育台高歌。孔子说哎呀哎呀，你的人生是我所肯定的。他就问了子路尽忠职守为魏国而死，那个颜渊如何如何的，为什么孔子单单挑这个？我说合乎自然嘛。他问我什么意思，我说其他都不要说，我说你这里头其实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就是子路为国而死，尽忠职守为国而死，为什么没有获得你的肯定？颜渊你不是那么赞美他，最后你却没有说你觉得颜渊的生活是好的，颜渊的生活他没有肯定，因为颜渊短命嘛。何以单挑珍惜？难道我们不要现实的人生，不要钱，不要生活吗？
我说不是，你就是把它切开来。你换一个角度讲，我说你是医生，你将来把脉把多了，来看你的病人多了，你就会发觉，哎呦，那么多有钱人都不能睡觉。台湾的医生如果能治人失眠，就发大财。那些大成功的企业家，好多都是一把一把安眠药吃的。我说你就懂了，那种快乐，那种没有负担的快乐，孔子所说的没有负担的快乐，这才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我们再来讲那么修道这位教，我们刚才说一个转折，在这个转折中，人的生命自觉也是天性和天道中的，不是人为的。所以遵循着人的生命自觉之道，调整提升自身对生命的认知，自身对自己的认知，对生命的认知，这就是人类自我教化的开始。这就是人类从被动转向主动的开始。那么这个关键关键，也就是人类跨出自然律的限制，不再只是动物，而成为人类的关键点。
这是人类能成为自我实现。所以道，所以这个修道，在上天的天性中，在给予道的遵循中，人拥有上天所给予的自我觉醒的特殊性。借着自我觉醒，走向自我实现，然后从生物的动物的被动性，被宇宙律所规定的被动性，转成一个主动开展的生命体，所开展出的生命体。那么这是让人成为宇宙人，不再是生物人。汉代的宇宙论的以人为主体的宇宙论的思想，就从这个起点开始。那么这是人类自我教化的开始。这是第一段。第二段特别强调这个自我觉醒，注意这个自我觉醒，这个自我觉醒之道是人无法违背的，不可须臾离也，是人无法违背的。这就是我们回过头来在我们第一堂课里所讲到的斯宾格勒、黑格尔、汤恩比，他们都在讨论为什么站在西方的历史来看人类，西方历史的经验来看人类，在一个文明、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极盛，就必然走向消亡。那么我刚才提那个，就是他们违背了这一个天命之为性之道，他们没有完全的生命觉醒。但还在座没有信基督教的吧？如果是信的，除了看基督教的圣经之外，你可以看到旧约看到上帝的意志力，看到新约耶稣用爱来代表上帝。可是你再看宗教史，基督教宗教史，看五世纪开始教会成立，
他们如何透过人为的力量排除一切知识，全面毁灭到那个犹太的、哦、不是犹太，全面毁灭希腊的哲学，罗马由希腊继承下来的哲学，到了60世纪，维京人南下，罗曼人南下，野蛮人南下。他们透过了神圣收服了这些野蛮人的心，转而教会取得最大权力，他向权力妥协。爱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违背了自然之道，违背了天命之为性之道。这是我的讲法啊，一家之言，但是很精彩，我自我夸奖。我还没有去研究，也实在没有时间。我听长辈说，元明清，至少元明清三代都在北京建首都嘛，然后都有他们的太庙嘛。他们说有趣的是，元朝建的太庙多大，正好放进元朝当国的那几个皇帝的牌位。明代也是，清代也是，他说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我要说的这个不是讲这种神秘性，而是在说这种可算性是从人性基础出来的。就人类而言，几代之后就不会再重视人性教育，那必然衰败。所以我们才会什么诗书怎么样，那个对联有没有，然后一定要代代教下去，站在人性的立场，站在生命的关怀的立场。不然因为人毕竟有生物性，人的第一性毕竟在生物性上，一旦疏忽就会走上衰败。所以说道也者，也者是鱼尾助词，就是这个道啊，用今天的话就是这个道啊，也就是道之所以为道，是人生命不可违背的。
我们是从人的生命来讲，但是它也可以涉及到一切存在物的存在，有它的存在之道、存在的规律和依据。没有片刻可以违背，这个离开也做违背讲，没有片刻可以违背，违背就破碎了，就比如我们蹦把它跌在地上，它就破碎了。可离能够违背或者离开的，那么就不是人依天性而来的生命之道、发展之道。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因此之故，在这个前提底下，因此之故，事故就是因此之故，一个有高度生命觉醒者，君子是生命觉醒者，高度的生命觉醒者最要谨慎的，保持敏感度的，就是自己习以为常。习以为常到什么程度？习以为常到自己看不见，同样也要谨慎。这个恐惧跟戒慎都是一个意思，只是加强语气，强调它的重要性。我们要谨慎的，也就是自己习以为常，自己听不见的，以至于自己听不见、看不见的部分。那么这里总归一句，就是在自己感觉认知上所不足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也就是最容易被自己疏忽掉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平常就说，哎呀，这就是我的个性啊，哎呀，没办法，不能，哎呀，不可能啊，哎呀，就我就是这样了，没办法。真的吗？是自己的怠惰，还是自己真的天性之所在？通常都不是，因为那是凭着自己的感性的好恶做的决定。那么为什么呢？下面这两句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莫显乎隐，就是这是这个道文，莫隐乎显的道文，没有比隐藏在我们看不见地方的更容易，第一个意思更容易现出我们的个性。更容易现出我们的个性。那个红尘愁，绝食清初啊，红尘愁绝食，绝不投降，非常的坚决。于是这个努尔哈赤的太太大玉儿就说，我亲自做饭，想去拉拢他，亲自表达我们对他的看重，他就亲自去送，做完饭送给他吃。那当然红尘愁都没有理他，他也没管他，他就送进去跟他说说，主动的跟他说说大清对他的看重。出来后，然后就告诉那个谁，努尔哈赤的兄弟多尔衮，说没问题，他一定投降，但是你们要以礼待之。那个多尔衮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送东西进去的时候，他端坐在那里，坚定的，确实有死亡的意志。可是当天蓬的灰尘掉下来，他扫了一扫，拍了一拍，他如此的在意自我的修饰。待之以礼，满足了他的那份尊严的需要，一定投降。所以这个老太太不得了，不过当时不是老太太，当时是美女，是美丽，是美丽青春的皇后。她嫁给努尔哈赤只有14岁，她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夫人的侄女儿，可是有智慧，
所以没有比最隐藏的，我这个最隐藏的不是我们一定要故意隐藏它，我们最不经意的事情更显现出我们的性格，这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也更能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真实性。看到我们的真实性，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一手遮天。所以一切自然最好。所以中庸后面讲真诚，前面这些是逐渐的铺陈，告诉你这是宇宙的真理。莫显乎微，没有再比。那看不见，微是看不见，微是极其细小。那极其细小的部分，更能彰显我们真实的天性所在。所以君子慎其独也，那么这个要花点时间，虽然上次有讲啊，我们还是留在下一节课，大家休息一下。谁莫之见乎云莫也。所以前天去问章太炎先生说，未来的中国史要，中国是以历史而成学的社会，学术和文化，未来的中国史要怎么写？在民国以后，那么章太炎既是大学者，你又是中华民国的开创者，他是参加革命的嘛，要怎么写？章太炎没有回应，表示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后来就写，钱先后来就写了《国史大纲》。《国史大纲》就是试着以一个新的题材、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处理旧的资料，然后加上做一个使者去注解。他的国史大纲是这个，然后有其宗旨，刚才所说的有他的宗旨，宗旨一也，一以贯之。钱先生的宗旨就是民族及国家兴亡，它的根本原因，它的规律，应该这么说，它的规律。那么我因为刚才秦老师来，好久没见到他了，所以我就赶快去跟他碰个头，说一声 hello， 就没有再回答。我只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说，
钱先生那个时候整个的社会，清代虽然把传统中国社会像切香肠一样切成一段一段的，哪些不准用，哪些作为一个普遍的共同的知识吧。可是传统中国读书人家，注意，传统中国读书人家，那个葛兆光真是该死，他都不去实际去下乡求访一下。大陆上有好多的乡村，比如今天的安徽有一个村，整个2000多人都姓金，你们知道他是谁之后吗？匈奴。在安徽，安徽中部读书，有很多这种家庭，这种环境，他们仍然依传统读书方法。那么前些天在无锡，他的一些老师也都是维持着这种旧式的读书法，先读什么，其义理在哪里。所以钱先生是先从古文入手，古文八大家的古文入手，那是他老师教的，从古文中认识到了义理，然后发现义理依据人的生死存亡、民族的兴盛衰灭，其中所含藏的生命之道，它进入历史。再从历史中看到，我简单的说，再从历史中看到基本规律，基本的生命规律、自然规律，它进入到经学，然后发展为史学。如此回头看小学，《说文解字》都活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这样讲，但是我绝对没有任何的标榜自己的意思。我母亲家是被朱元璋贬到云南的，在江浙、在苏州那一带、南京那一带的读书人家。那时候那一带的读书人家都支持张自珍，不支持朱元璋，再不然就支持陈友谅。所以等到朱元璋胜利了以后，就把那一边的这些大户人家全部续编到云南，到昆明去，然后集中在昆明旁边的一个地方叫做蒙化，所以就叫做蒙化。从此野蛮都开化了，因为他们让他文化续编，都是理学传家者。所以我母亲家绝对不续气，不续妾，尊重理学，绝不续妾，绝对男女都读书。你看，从明太祖
一直到我母亲，我母亲民国三年生，女孩子也练武，我女孩子练的武就是练武剑，男孩子一定练武。所以很多这种地方，所以我就听说，包括听说习近平之所以会全力主张要把传统文化复兴，在所有的大陆的这些领导者的班子里面，他是全力以赴的，而且是真诚的。很多人说他妈妈是信道教的，认为是他妈妈信道教的原因，可是我就听在台湾的朋友比我大几岁，现在这个人也有点失智，已经失智了，他现在应该85岁吧，就是大陆改革开放他就被我们这里派去那里，派去那边干嘛呢？他是老三台的建立者，老三台知道吧，电视台的老三台的建立者，那么他推出很多的综艺节目啦，带出了那个什么那个戏剧节目啦等等，就把他推到那里去。那当然这也算是一种统战吧。所以大陆的那个电视这种娱乐啊，就他那里去影响带出来的。后来他回来成立了一个什么协会，中华什么协会，文化推广协会。那么有一次听了我在一个学术单位演讲，哦，他很吃惊，因为我讲西周的文化，天下一统的观点，哦，他很吃惊，然后他就来找我，我们就常常见面聊天，一直到他失智，开始失智。他东北人，那么他就跟我说，习近平之所以那么真的全力推动传统文化，认为大国崛起必须有文化，原因就在于他受陈毅。就陈浩，我们刚才读的子陈子家后代的影响。子陈子家到了元代结束嘛，啊，南宋结束嘛，元代的动荡以后，他们就迁从河南，就迁到太行山里面那个山咔咔里面，就这样子就避开了中原战乱，然后就一路。到了后来，可是就在那样的乡下，他们照样诗书不绝。那么他明明是农民的嘛，哈，所以斗不了什么，他也不是大地主，然后就耕读传家。那么习近平被下放到那里，正好是他们那个村子，他们年龄相同，认识了。谈得来，他就教他读书，教他读经典，特别教王阳明学。所以等到习近平到了浙江去做副书记的时候，第一个礼拜听说他就去王阳明，就找到王阳明的老家，就去看王阳明，所以王阳明的那个纪念祠就立刻就盖好了。在他去之前，我那个时候已经常常被邀到慈城浙江宁波那边邀我去演讲，因为是慈城嘛，慈孝之城，一个古老的，就是庆余堂、
胡金鱼塘那个胡什么胡雪燕的家乡，他们那个在明初觉得朱元璋仍然是一个具有土匪性质的朝代，所以他们就全部，他朱元璋对于读书人很狠嘛，他们就不做官，但是读书，然后从事于中药和中医，所以整个茨城全都是中药中医，他们顶多考举人，考完举人就不考了。一个500年的镇没有动过，全是古老的。那个宁波市政府就保留下来作为观光，就在他们外面的田地里想要盖别墅，所以就在那边办很多文化活动。我就因此就去被请去讲课，讲经典去了，在1000多年的道观里讲课，然后还在他们的那个孔子庙里面讲儒家，到道观里讲老子啊、庄子啊。我因为能够去孔子庙讲课，所以我答应了，可以住在道观里面，在道观讲课，所以我赶快去了。谁邀我去的呢？《天下》杂志的一个记者。还有汉森，他们原来在那边就帮着他们推活动，汉森杂志社有没有？所以我就好玩，我就跑去了。那么他们为了去推这个古城外面的那片农地，想要变成养生之城呢，宁波市政府要把它变成养生之城呢，很可惜。那些田地都是出香米的地方，就全中国最香的那个香米的地方，他们不要，他们要把它破坏了，盖成别墅。我在那边讲完阳明，吓得宁波的那个茨城的负责人跟我说，我们这里还不能讲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是个人主义，我们要讲朱子。然后还问我，钱先生重视朱子还是王阳明？我说重视朱子。哦，还这样呢。第二年吧，习就去做了副省长、副书记吧，就去看了。哦，一下子就可以讲王阳明。那么他教他读书，那个人拒绝进入政界，他的这个好朋友，然后成为了一个经商的生意人。所以我同那一位先生那里听到，哦，有这么一个故事。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中国很多三咖咖里面维系着某一种传统，这就是传统中国农村的重要性，它像活细胞一样。所以大陆现在要把城镇、乡村城镇拉平，不知道能不能保留了这种活细胞性。我们看传统2000多年，从汉以后所有的历史人物开创一个时代都是从香咔咔出来的，然后读古书，然后有大时代知识。所以前天那时候在无锡，他有这样的一个文风，这是他自己讲的，我把它显化了。他是从古文入手，唐宋八大家古文，因为这里面有义理，除了文章有义理。我说他真的读通的。
一定读通，你这么读一定读通，除非是个笨蛋，一定读通。不说别的，你只要《史记》挑几篇列传出来，你把列传读了，你也就懂得生命的大道。那时候赵玄先生的佛法，这种传统佛法，应该有不少人能够了解到这一块。了解到，但他们后来不做学问了，他们走到别的路上去了。像钱钟书，他是钱基博的儿子，就是他们钱家的同宗的。钱基博也是不得了的学问家，可是他看不起当时的读书人，他就不跟人家来往，只做他认定的一小块，影响到他的儿子钱基博，大家都知道。最后钱基博也只是卖弄自己的聪明啊，因为他博闻强记啊，写了六本书，《管锥篇》一二三四五六，只是卖弄他的聪明。那么章太炎后来就卖弄他的古文字学嘛。没有，每个人的性情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情不同。如果说没有读通，就是因为他的生命的自觉性不足，不是没有读通，生命的自觉性不足。所以通与不通要从生命的自觉性，来说。钱先生所关心的，在那个时代，什么是学问？什么是传统的学问？现在扰扰攘攘的全世界的，那时候对钱先生来讲，就要有点像我们今天网络对我们来讲，那时候的媒体啊，新闻媒体哇都起来了，啊，天天看天天看天天看，各种杂志都起来的。那么他们说的这些新的东西是不是学问？他说他做学问是从这个观念开始，因为他们都说这些旧的都不对，那旧的不对的话，就让钱先生说，那你们对不对呢？那么钱先生看到他自己，他好奇，他要弄清楚。所以他每天都读报，每天都读新闻，到九十几岁，他告诉我们，这就是未来的历史。新闻里边的，你要能发现人类的大问题，这就是你做学问的开始。所以我们每次去上课，他都要问我们看的是报纸没有。那么他知道自己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你说章太炎后来关心什么？钱基博后来就是只是看不起别人了，他就宁可在乡村教学，上去大学教也在附近啊，他就觉得这些，这我说的了啊，这些烂东西我拒绝跟你们往来。那么钱先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孔子嘛。
文武之道，未罪于地也。是者知其大者，不是者知其小者。文武之道，传统文化，人类的生命之道，并没有毁灭啊。怎么去发掘？那么这是他的兴趣。他到老都没有变了，都在这个上面。我们去都要告诉他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啊，他都会提出问题啊。所以站在中国的学术，传统学术就是生命的自觉性为一个主轴。所以孔子才说十五而自于自于绝，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还有没有要讨论？没有 ，OK， 好，我们再来看。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慎独，就是一个君子人要谨慎慎重于自己的生命觉醒，自己特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独，总体而言，独就是自己，在自我生命的自觉中，要看重三件事。第一件事，在你独处的时候，在你消除为社会需要而有的反应与作为，这时候我们的通常都有内外嘛，那么内在是自我，
外在就是应社会需要而该有的表现，或者应社会需要自己自然反映出来的表现。或者我要做个好人，或者我就是要以一个好老师的姿态出现，或者我就是要做一个正义之师等等，包括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你看刚开始我们被美国忽悠的多么厉害，我前一阵子很震撼，我的天哪，我所有对西方我觉得他的文明高度都崩溃了，我一下子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从小从那个时代成长的。紧张焦虑的我都晚上都睡不着觉，我现在没有了，全部释放，我又一觉到天亮。因为我太惊奇了，我想天哪天哪，我的人性观要重新思考了，怎么代表着人类典范的西方变成这么烂。你看看那个瑞士四个变化，第一天他放弃，他加入北约，他放弃中立了，他们中立国已经做中立国已经122年了呢，然后他放弃中立要加入北约，然后立刻没收了所有俄国人存在瑞士银行里的钱。哎呀，第二天他这么一弄举世哗然，然后中东富豪赶快把钱移出去，那一下子他们的收入变成负成长，他马上就说不，我又要中立了。可是第三天轰又变了，接受美国的邀约，进而一步没收俄国富豪存在他们银行的钱，哪怕那些俄国富豪都成了英国人了。天哪！然后第四天因为举国全举世界哗然，哦，他又说我们要恢复中立了。那现在到底是中立还是不中立不知道，他们那个强盗的本质全面展现，你去看他们的历史。只要在生存关键上没有道德可言，活着就是道德，那么活着只有作为一个强者，只有先下手为强，单独打不行，我觉得我们就打群架吧。所有的约定都撕毁，不，我这个很震撼我。所以一个国家也一样，他能不能面对自己，我之所以为一个美国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们这么多的道德性，他把道德放在制高点让人敬仰，那这是他的社会性。其实你看他们现在死亡100多万人他们也不在意，然后说死的都是老人，省掉了一大笔这个老人的那个什么福利啊，反而为国库节省了很多的钱。这
还有人性吗？它纯粹是动物性。那么至于个人，就是自己单独在自己房间里面会怎么样？我们在外面是环保团体，是养宠物、爱毛小孩的，回家累了，毛小孩出来了，都看你。就情绪了，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像那个蔡思平，还有谁，杨度啊等等，他们都是那个 face 坚持 face 联盟的领导者之一。他们约了一个朋友，因为他是反 face 联盟的啊，那个也是一个文化界的领导者，他们就找他谈，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那这个朋友就问他们，他说你们的同情心只同情被判死刑的，那被杀的人呢？哎，那已经被杀了，这第一。第二是什么？第二是那个朋友问他，你那么爱你的孩子的妻子，你那么爱你的孩子，如果有他们有一天遭遇到一次，你会怎么样？蔡思平还是个有良心的，讲不出话来，他从此不再强调他被死。杨东也是，那么这也是慎独啊。那么这是第二条慎独，你面对自己真正的内在，面对自我内在最深层的情感，面对自我内在最深层的情感，那么换句话说，他们当时没有反省思考到，当他们自己最至亲至爱的人如果遭受到有什么伤害，那么他们面对的伤害他们至亲至爱的人，他们将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所以那个什么小灯泡的妈妈可了不起了，可是跟他的爸爸就完全不一样。他爸说我绝不原谅，他妈妈说我原谅，然后出来作为政治竞选人物成为立法委员了。所以一个政治人物是有不同的心肝的，心肝的。不是反，一定反对被死，只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有它的普遍性？好，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问题。那么第三，什么是慎独？更深层，面对自我的死亡。
我们很多人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一定要那样，等等等等，把自己绷得很紧。哎，你去慢慢去剖析他的心理，他是觉得会有死亡，自己时间不够，所以他每一件事情都要有效，才不至于活过白活了一生。真会有这么急迫吗？作为一个自觉者，慎其独也。你怎么样能够开展天命之为性，然后怎么样率性之为道，然后怎么样真正达成修道之为教，就在慎其独也。你能不能够真正完全了解了你自己？真正的自己，或许有朋友觉得，哎呦，这好像有点难呐、啊，不容易做到啊。那么他下面就告诉你，不难不难。喜怒哀乐之未发，为之中。这一句其实要分成两个句子：人皆有喜怒哀乐，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的前提在于人的喜怒哀乐。人皆有喜怒哀乐，什么意思？人内在一定有人生命的原始好恶，人生命的原始好恶，由此发展，因感而生起，而后因情而生感，那么此外如此发展出的情绪，
注意，这就是最基本的天命之心。率性之道，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大动力。西方强调理性，坚持理性，在古典主义时代，不能说古典主义是从古典主义时代，现在实用理智实用理性当道，这个背后是感性还是理性？其实是感性。康德他一生是理性主义的实践者，他达到什么程度？他在他的那个乌本那个城镇7点钟跨出第一步，全附近的街坊都等他调整时间，7点走几步，7:05到那个区，那一区根据这个调整时间。他一生如此，每天都散步，然后他的仆人打着伞跟在他的后面，问他，他说必须以理性面对这个世界，你为什么要如此理性？这是必须，无可言说。那是感情还是理性？所以他后来疯掉了，70岁，精神分裂。Thank you.
你们去看西洋哲学史，从理论看到人物，在理性的背后到底是情感还是理性。所以儒家说，人性的基本是爱，就是感性。所以两个文化系统值得我们去了解，不轻易的去否定，可是要看到确实的不同。亚里斯多德就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亚里斯多德那时候给人的定义。孔子说，仁者仁也，或这是孟子说的了。孔伯孔子那个时候，仁者爱人。中庸里面说，仁者仁也，一个系统下来，人离不开感情，人需要爱。爱来自于哪里？爱来自于生命觉醒。没有生命觉醒，没有爱。除了没有真正的爱情，绝没有对人类的同情。佛家所说的慈悲，绝不可能产生。所以耶稣的爱到最后被扭曲。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西方的人道主义是一种同情，是一种慈悲，但是不是真正东方，中国也好，释迦牟尼佛说的慈悲也好，不是，他们是狭义的一种展现自己优越而呈现出来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殖民地对待原住民，澳洲也好，加拿大也好，美国也好，还有其他非洲也好，都是先屠戮，先杀，而后用教会说提升他们的文明。在教育他们之前，多少的孩子被牺牲掉，这是教会做的事情啊。加拿大最近道歉了，澳洲也道歉了，那是展现自己而产生的爱，而不是真正的爱。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再见。